这是一个种植芒果的世外桃源，面对纯净的土地，虔诚质朴的人们遵循传统绵长的古方种植。因为用心呵护自然的馈赠永远不会太晚。种植芒果磨米线，沉淀数十年的悉心规划，守候上万亩种植良田，因为创造真正的绿色健康，永远不会太晚。1000米以上的海拔高度，20.3度的年平均气温，静静等待2700小时的光照。都为一个单纯的目的，品尝阳光的味道，一向不怕等得晚。即使到了成熟的季节，拥有半个世纪采摘经验的果农，还在从容等待一个季度，全为一个简单的意义，最甜蜜的口感，一直不会嫌太晚。芒果喵，在攀枝花，每一颗芒果都显得意义非凡，所以每一个耐心的等待都是一场期待甜蜜的礼遇。美好的事物永远不嫌来得太晚。
而幸福永远不嫌来得太晚。这一切让所有对攀枝花芒果的等待变得值得，因为自然的馈赠，真诚的分享，永远不会来得太晚。